12月5日，为期一个月的英雄魂展正式登陆上海。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首次以奥特曼系列、御假面骑士系列两大经典特色作品为主题的 IP 联合展览。同时，著名日本动画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也首次开设了展区，加入魂展。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赛罗奥特曼、泰迦奥特曼、假面骑士01依次登台。此次魂展的海豹主角泽塔奥特曼和假面骑士圣刃的帅气登场，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介绍，整个展期内，他们也将会出现在周末英雄舞台区的奥特英雄对战表演和假面骑士见面会，与大家亲密互动。 与2019年奥特曼英雄魂展相比，2020年的展览集结了三大英雄主题，更具亮点。首次在中国公开的神秘展品影像等在现场悉数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朋友争相排队打卡。我作为一个奥特曼和假面骑士迷，我大概从小5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奥特曼了，然后到现在我也将近快30岁了。我主要最喜欢就是假面骑士圣刃。 它主要带给我就是做人方面要更自信，然后遇到事情不要去退缩，积极向上。欧布奥特曼，精神，这种乐于助人啊，从小长到大到现在，对我的影响都蛮大的。今年有一个那个原版的道具展区，然后能过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兴奋的。原来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现在能在现实展区看到也是蛮兴奋的。 2020年热播的泽塔奥特曼中，军械库的成员们会驾驶特空机和怪兽们进行战斗。而在本次展览首设的特别展区内，除了能亲眼看到剧中拍摄实物道具，参观者还可乘坐赛文加驾驶舱，沉浸式体验特空机驾驶员的乐趣。而这也是该驾驶舱的中国首秀。奥特曼的话，我们一般上海这边是从初代开始看的。 这个的环境的话，应该是我们泽塔奥特曼的一个赛文加的一个内部，对吧？然后就是给我们粉丝来体验一下，是因为它细节其实这些控件什么都还是蛮精细的，蛮好的，给玩家粉丝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觉。据悉，此次展览将在上海持续展出至2021年1月3日。